在中外野的飞球越过了陈杰宪的防线，那这下子林孝成还有得跑了。来看一下殷素晓，只要冲到哪里去呢？哇，三垒安打，今年赛季个人的第4支三垒安打。林孝成的脚真的要上到三垒很轻松，而且这一球发生快到连导播都来不及切摄影机的画面，一回来就直接照到中间方向。 右半边的滚地球越过一二垒之间，郭天信终结了9支0的低潮，带回了本站龙队的第2分，2-0。